所学之以后，人的概念就很激动，必然有他，那都不用想。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啊，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引起你颈动脉斑块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由于这个痰凝或者叫痰浊造成。JOHB 跟他讲，我说NHK 仙台第二放送。